冰皮绿豆饼，现在是个位数，不到10块钱给咱们发两盒，然后一盒里面是10颗。这个春节也不放假了，咱们随时拍，随时就能发货。嗯，都是这种薄皮的，零蔗糖的啊，这个可好吃了。看我一共收到了2盒，这盒被我闺女吃没了，一会儿捏一个，一会儿捏一个，放到冰箱里。个个都是这种1分皮9分馅的薄皮大馅，好吃。说实话，跟我之前卖那20多块钱那个吃着，我都吃不出来区别，都一样。现在就是商家比较卷。它这个就是很湿润的那种口感，一点都不干。嗯，你连气吃个一盒你都不会觉得腻，是那种很清甜的那种味道。就是很绵密很润的那种口感。哎，特别好吃。这咱要想吃的你直接拍就行，过年期间也都能照常发货。椒盐是你炒肉炒还是素炒啊？都行。闺女，你想吃肉炒还是素炒？啥呀？椒盐。肉炒。放点瘦肉吧。无肉不欢喜。闺女就爱吃肉吧。嗯。不爱理我。嗯。